左手的右手的食指，僵硬，加痛啊，那病人个继续再打那个拜登了，这样打了一个，他的椅子就在这滚动了，翻滚的动了，拜登坐在椅子上面，被他这么一打以后，在高位空间看起来在滚动啊，就像那个自行车的轮子在滚动啊，轮子在滚动啊，奥巴马看到那滚掉了以后，滚掉以后那个耳机要掉下来了，话筒要掉下来了，他急急忙忙，抓着那个追过去，抓要追那个，拜登呢，追拜登呢。追拜登呢，不要让那个耳机和话筒掉下来啊！追的时候，他一把抓住那个钢丝啊，拼着全力在转了啊！这个一路线以后就是，全盘皆输了啊！所以他的还在拼命的，要过去要抓住那个拜登呢啊！人家在转，他在拼命拉住啊，拼命拉住啊！但那个，病人啊，越打越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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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越打越快，越打越快，这终于啊，奥巴马抓不住了，把你掉下来的时刻，拜登没有的耳机了，没有的帮人家再帮他的人工制作的话筒啊，然后，拜登在发言的时候，胡说八道，同已经去世的人，什么总理啊，什么总统在说话啊，一派胡言，他已经几乎就在硬件同他们对话去了啊，一下子露馅了啊，彻底露馅了啊，前阵子露馅就是这样来的啊，被病人一打以后，奥巴马给他策划的平时同他讲用人工智能代替的说话的，没办法实现了啊，就露馅了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